大学易经华人班授课。我们继续来讲择日学择日的要领它的应验很快。曾经我们有一位信徒他来告诉我说，老师选日子很恐怖。我是怎么恐怖呢？他们有一位亲戚，那一个日子呢要出去安葬，抬出去了还没回到家又死了一个，很严重哦。因为年月日时细条中煞，煞到主人家，好啦，回来了抬出去葬了，回来在半路了又死翘翘一个。那么等到第二个呢抬出去了又还没回到家里又死了一个，三煞。所以我们选日子不要小看选日子。我们也因为出家的修行大菩萨也是到仙佛寺来问说，老师我听你说日子那么重要。我说是很重要啊。那我的道场落成了以后信徒都跑光光，是不是日子也有关系吗？我当然，如果三煞的话，年月日时不必三煞没有关系，年月日月你就够了啊。那我的月就是三煞问了，三煞要睡多久？月最起码睡了2年到3年有。我已经睡1年多了，还1年多就过去了。对，要忍耐，修忍日恨，修金就好了。老师这个滋味很难过呢，你看怎么办？那佛怎么说都没有关系，佛是佛，我们还众生我们还是众生，不能随随便便去违背了整个宇宙的法则。佛就是叫我们有智慧的视为佛，所以你有智慧每天都可以，但是每天都可以你知道一天化煞几点到几点能够穿过这个空间，你才是佛不是全部都是佛这一修行大师的他说，老师那我知道了，好，我以后会注意。那么你对信徒怎么样？信徒那么多，我讲了我要很麻烦我的学会死你也怕麻烦，众生就是有问题你还怕什么麻烦不是啦，因为 我都不懂嘛不懂叫宝贝吗？是宝贝也不行。好这个选择日课呢都用点心。所以我们出了一本妙华普传，妙华普传呢里面我们需要注意的，你们还没请的人最好请回家当华宝，不是当宝贝当宝贝晃的你就不敢动，当法宝你随时可以用我们在善觉寺泽慧法师他非常虔诚
非常心胸非常开朗，他说：“老师啊，你送我的妙法普传，我好多都在看呢，我都用的要做什么都要翻开来看，结果给众生的大众的平安，大众的法喜。哎呀，以前我们都没有学过，哦，过去花解很多呢，好不晓得了，心里起烦恼心。现在我都不怕烦恼，因为有烦恼，我翻开里面就可以解除我的烦恼。这样也是一件功德啊。”啊，所以社会上的事情，我们大家都可以做。那么刚才我交代了副秘书长，要他呢，告诉各位，都能当支会长，借大家的因缘，给你们修行，给你们学习，啊，对，这是一个好机会。人家有缘的人，他扛着烦恼的躯壳，扛着烦恼的各种烦恼呢，来到你的面前讲给你听，也是你的修行，啊，扛着他的烦恼给你去证道，那以后这个烦恼就不会轮到你家里来，好吧？那刚才中午在西湖，我们有好几位师兄师姐嘛，啊，就他，啊，有修昭灵山，灵山呐，啊。跑灵山修行呢，我告诉你，十个九个拢安尼。跑灵山，灵山在哪里？啊？人人有个灵山塔，灵山塔下好修行。灵山在这里，灵山塔下在哪里修行？从哪里修？啊？心了，不对。灵山塔下眼耳，眼耳鼻舌身，是这个五个呢。灵山塔下好修行啊，多看人家光明面呐，不要看人家黑暗面呐。看人家成功，学他们成功的地方啊；看人家落魄，哎，你就避开落魄的坏习惯。所以孔子所想，敬鬼神而远之，就是这样。好，我们有眼睛可以看日课嘛？灵山塔下眼睛啊，哎，这不好的日子，我不要摸它嘛，不要触犯它，你就平安了嘛。灵山塔下好像用眼睛去看，哎，哎，师父交代这好日子，红的就对了，昂的对吧？姓红的就都是好人，啊，其他也是好人啊。啊，那么还哎，红字，那就好日子嘛。爱情呢，黑字不好，还有时间呢，时间呢？哦，什么日子？哦，这，哎，这辰日啊，生时、有时啊、亥时啊、寅时、辰时、巳时是好哎，是灵山塔下眼睛，灵山塔下好修行哎，耳朵没有啊？哎，师兄，我打电话给你，今天。卯日什么好时间呢？哦，好，你等一下，我有眼睛，我有千里眼，我看看。哦，午时过了，未时也过了，哎，酉时快到了，现在四点多了。哦，酉时快到，酉时可以。啊，酉时可以。哎呦，耳朵我听到了，酉时可以。灵山塔下好去。嗯，晚上大家晚上后还要上是不是？好，那菜已经香了。菜的鼻子嘛，是不是？然后鼻，嗯，菜已经香了，舌头，哈哈。晚上我们那个厨房的师兄师姐的，哎，菜一定很好吃。他想你买个几年背景说来啊，到山上来了，比较艰涩，还是要吃。啊，看你们来呢，啊，舌头，然后鼻子生，甜哭，啊，现在冬天到了，啊，冬天到了就比较不会那么热。我看大家做的都比较不会很腰起叉，按那边切贴，就没有了。那是生嘛，所以人人有个灵山塔，灵山塔下好修行。阿弥陀佛，招灵山照招哪里？台湾现在修行偏差一大堆，全家招灵山，什么招灵山？哎呀，真的，各位你们跑灵山，你们要小心哦。我灵山我修过，
我发觉主师爷给我们的灵山，哎，那比丘僧那里不是半山腰跑，三更半夜往外面跑，好了，结果家里不顾，嚯、哦，开除我是什么神了、啊？我是什么佛了？胡说八道，什么神什么佛？嚯、哦，我做大呀、啊，我啥神了？我做天公啊，天开拢嘛讲哎。哎呀，这个灵山，我所以我反对，为什么要开课？不然我从灵山修起来了嘛，修灵山起来了嘛，那我为什么用开课？开课，如来一切开口在一阴一阳之中，一，哎，这个才是真正的灵山呐。结果三更半夜灵山，我在那做哇，丘比丘都念诵的。来到仙佛寺，作者来我们修灵山，我立刻等你。我念佛见性，你回去看，灵修见性法，送等看法，阿爸都唔敢来，就唔敢过来啊。阿那等下看法，我跑错了，我还是按照那来修行。所以，我们各位啊，你们今天在这也是修灵山，灵山是智慧，是智慧。那刚才。我们副秘书长第一届我们班长呢，告诉各位多做一些好事，一个月一百块钱，功德会会员没有举手，没有参加会会员的请举手，有没有？免惊啦，哎呦，那不过参加多少嘛，对不对？一个一百块嘛，你对吧？七大的，我减七十的，百五好，剩下。啊，你个未中风，油脂不会太多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么你又见功德嘛，是不是？啊，那我们数位台是提升我们思想领域的世界，我们播解智慧的一个节目。啊，我们数位台这几天有上个礼拜六、礼拜天啊，有看的请举手，只有一个啦。阿伯真哦。啊，我告诉一个好消息，好、啊、好消息，我们元月二号，好、啊，我们环正参加有三台会抽奖，三台那个数位电那个数位台的那个转换机啊，啊一台三千多嘛，好、啊，然后我们可以装数位台，我们电视请人家再装一下，如果要装，我们只有师兄罗国珍有没有来？啊，罗国珍师兄，我们他是第六届了，好，比较便宜，好，那装一下，我们电视在明年开始的电视都会要改为数位电视，啊，普通电视你就看不到了啦，要改数位台了，啊，我们数位台的，我讲我家的风水的讲法，是从我们思想领域提升，早上阿上欧巴上，嘿阿上。哎，芳华，这不好讲哎。我们每天光露营这些的疲于奔命，还好脚本不要写。如果要写脚本，根本写也来不及。好，那我们这个数位台，那大家呢？好，如果有方便的，你们自己可以扶持。好，我们一个月将近三十几万。好，我还希望数位台渐渐会呢。目前数位台有50几万户。全省有50几万户而已，啊，渐渐会增加，啊，数位台我家的风水，心灵的家，思想的家，国家的家，好、啊，公共关系等等呢，都是在数位台里面，我们一一的轰华一个小时，每个礼拜六、礼拜天晚上11点半到12点半，有一个小时，好、啊，我们国宴那一天，昨天。我们黄秘书长啊，研究会秘书长呢，告诉我说，我们来啊，这个给大家摸彩，好不好啊？好，我说摸彩，好，摸彩了，摸彩了，摸彩了哈！哎呦，摸彩哦，你早起好点点是哦，摸彩哦，点点是哦，结果那来更等哟，你听懂吗？啊，就是在南投，师母的那工业区那，工厂啦，年终奖金啦，摸彩啦，叫做摸彩啦，
蒙彩哦，蒙彩蒙到电视啦，哦啊，叫啊因厝的人那个电视光光转去啦，啊，话一转出去的话，啊，某某人啊，恁查某囝哦，伫工厂无彩哦，互电电视啦，啊，你叫阮来光光转去啦，哇，规大人规家伙啊，哭个安尼啦。哦，我那牙直直哭哭，要爬入去公司啊！啊，要爬入去，讲到嗯，啊，查某囝叫电电视啊啦，听有吗？啊，真话，我无彩哦，查某囝叫电电视啊啦，无彩哦，牙骨来光光等你啊！我们不是电视，电视转换器，哈、哦，哈达，我们全部要上台祭祖，正式班的，好，我们啊先修班的，因为我们很多，明年先修班才有上机会上台祭祖。我们正式班老祖师尊交代我们，你们要带着你们的祖先上升台升祭祖坛，啊，来去祭祖啊，我们大家每个人都要哈达，好，每个人都要哈达。哦，懂吗？还有维新中继，这个好的很。你维新中继，你早上起来鼻子不好的时候，你拜下去放在这里，或者把它压着，很凉。你们有压，把它压看看，鼻子清嘞啊！啊，这个鼻子不好，这个这是玉佩，啊，水晶啦。啊，那么你就鼻子不好的小朋友给他带的，那叫他顶着，等一下鼻子就清了，暖好了嘞。啊，这个啊，我们大家都要带，这维新中继，啊，那是我们是能成就的。带这个，我们已经到进入八四田，进入八四田呢，我们就是已经阿罗汉的境界来了，啊，知一切法，还比阿罗汉还高一点，因为阿罗汉。什么都不管，师父你讲了那么多，我什么都不管，拎刀哎，哦啊，那我们已经是菩萨，大家都以菩萨境界觉有情，觉悟到有情是菩萨，好、哦，这个我们下一次上课，我要看各位你们穿法袍好不好看，我们新加班都有穿法袍哎。哦，我们下一次上课，大家穿法袍，无道一以贯之。哦，我们下一个礼拜，啊，下一次上课我们要穿法袍，啊，接着我们祭祖就也穿法袍，穿来我看一看。好、哦，我们每班都有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，只有第十届还没穿，啊，十一届也穿了，啊、哦，大家，我们下一次上课我们要穿法袍，好、哦，啊，天德坛呢，祖先。可以参加了，可以参加。哎，我们不要讲那么多了，我们继续讲。昨日，啊，昨日修造屋宅也不充，啊，坐煞座山及主人都不要，起战 K 斩剪骨，叫做起战，啊，你 K 斩叫做剪骨头，叫做起战，啊，我们也要选日子，那么。我现在这里，每个人送你一颗白龙珠，啊，要送个白，这里面是公公哦。我们上次下次上课才分给各位，啊，我们这白龙珠放在里面，我们这个就很漂亮啊。好，把它锁起来，啊，白龙珠一个人就送一个给你们，啊，啊，你们要布施也好，不布施也好，反正我要送就需要送了，对啊。我不要让我撩几多啊！啊，这个，这个白龙珠放里面，我们啊一个人送一个啊给你们啊，这个白龙珠，那白龙珠以后用处在哪里？你们要盖房子的时候，要放在你们的盖房子的正中央，客厅一中。如果你把恁家的神就行哎，你把它放在神座座下面啊，神座下面。啊，那么白龙子，你就把它盖起来。你要盖这个，你要选日子哎，阿弥陀佛的呀。
哦，你说选日子怎么选？来日子好日子，第一好日子，第二相生，和你们八字相生，第三房子的坐山不煞山，莫非煞些山，不能煞山，那你安下去，这个白龙珠，你家就会有龙穴那个穴藏，你知道不？这个送给各位的。都个无啊，以后都无上啊，因为天上天下，我这个天下第一猪，天下第一白龙猪嘛，天下第一白龙猪，哦，天下第一白龙猪，好，只有这个，再多也没有了，因为蚩尤池那个白龙穴已经蚩尤地坐在上面了，已经弄封起来了，你别个提嘛无啊啦。啊，天下天下这，我拿的，我们去请这个白龙珠，阿弥陀佛的，车子在高速公路转法轮呢，你知道不？车子在高速公路转法轮，下雪嘛，马路都冰，高速公路转到车子可以360度在绕呢，我那是真是转法轮呢，把生命换回来呢，啊，送给你，安尼讲无诚意。对不对？哦，不能随便拍手哎！你拍了，你得爱才第一，要当智慧长，是不是？好事大家做了，哎，我这个下一次上课来就会送给你们，因为今天刚把这个带来，好，我们会装，把它装好了，啊，一个人送一个给你们哈，啊，恁注意恁肯有冇用枪？好。那好了，你带回去，你们还没有盖房子，放哪里？有金库就放金库，没有金库的，好，你有的抽屉锁了，你就抽屉锁的。你要锁的，要选日子，选好日子，你再放到金库里面。我们择日有好处嘛，我们就要学嘛。选择第一是好日，第二日子来相生本命宫。比按你属兔，然后再什么海马未也可以。啊，申子辰也可以，亥卯未申子辰来相生，那就很好了。日子对你有益嘛？我们学到，我们保平安了，就不会拖累朋友了。你放心好了，我们不平安、不顺利，朋友就会相互影响到了嘛，是这样嘛？我们的法门就这么简单，也不复杂。好，来，我们起战 Q 个桃，起战就是 Q 个桃。Q 个桃嘞，也要护火坐山，不要冲山，不要煞山，也不要煞主人。但是死的人不怕煞，死人去煞也蛮死的，对不对？如果我死了以后，你选的日子跟着煞，反正死就死就死了，你煞也没有用，煞也死，不煞也死啊，懂吧？那好多人也不能煞气，不能碰到来有所。不好了嘛，起战，好，那有的哎呀，老叔啊，前几天约老叔啊，我们的连续家里人组里面死了4、5个人，你看现在，能不能再进京啊，或者再拿起来，不然你等到要等到全家死光光才要拿。哦，人一跑到水沟里面，马上赶快就要爬起来嘛，不要等着在那边等死啊。好，我们趋吉避凶，赶快拿起来。在台中市，当时有个公务局长，现在还是公务局长吧，还是建设局长。好啦，原来家里每年死了1个2个在西屯，我去看，哎呦，别删了，这个风水，这个会激死人的。老师啊，人家说，还没有做对联，不能剪了。我的永远没有对联，永远没对你。哦，永远没对你。赶快拿起来！哦，你这一路，人家前面开一条沟，陷下去，拖的吹气，那个风水就很差嘛。赶快拿起来，不要什么，还没对联，啊，你几年死了好多人，那么赶快拿起来，换的地方就好了。没有想到，我跟他拿起来晃了，在这个水沟的旁边，啊，和龙穴不错，喂。我这个地方哦，水看得到，
水摸得到，又喝得到，发财耶！好、哦，发财的。但是有听一点水小小声音的，水有声音就会娶小老婆吧？好、哦，我说没啦。啊，老朋友，你也唔知我做人，我就是知你做人，我唔知有没有可能不用娶小老婆。啊，不会啦，还有你放心好了。好，那么这账下，一了以后账下去，事业赚钱哦。啊，东介绍的赚，西介绍的赚，钱一赚了、哦，然后钱太多，自己老婆钱花不了，就娶个老婆再来帮忙花。就娶了又一个小老婆来了啦，啊娶了，哎、欸，你也娶小老婆，无遐钱咩啥？我嘛唔知趁钱好谈，以前就很难赚啦，而嘛唔知钱那么好赚，那么好赚，东西有人到这倒开啊！我你别忘记，你现在咋生三个女儿，还要娶一个，啊，就生一个男孩的，有系啦，我某都唔敢生后生，啊我你有够无良心的人。生后生唔是你某的代志，是你的代志。一苦惨，你抱一切啊，怕进来哪有可能有？哦，那个啊，老师啊，不要讲了啦，反正生了就生了，我们很高兴，谢谢你，我传宗有后代，那好了，也是上天的好生之德嘛。好、啊，那也不能叫你把他掐死，对不对？好、啊，就生了就好了。那个时候凡是风水有水生都会有桃花了，我话讲在先，他都不会试看看，结果好几个兄弟两个桃花，啊，两个都在娶小老婆，啊，但是赚很多钱，会有赚钱，啊，赚很多钱养众生嘛，等于开一个工厂一样嘛，让更多人来上班，啊，能够吃饭没问题吧，啊，那是，当时那个起站看不起看不对，拿起来。月不行，最起码有日和时要活对了就可以动，好吧？啊，主人家不冲就好了。